手游酷玩。爸爸，我想买个变形金刚，好不好呀？又要玩具啊？没有钱？好吧。妈妈，爸爸那么穷，你怎么嫁给他了呀？我当年就是瞎了眼才嫁给你爸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好想要个变形金刚啊。那这事儿你得问问你爸，你问问他为啥不能多挣点钱呢？你妈不都说了吗？你妈当年眼瞎了，咱家的钱都给你妈治眼睛了，哪有钱给你买变形金刚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，说清楚，谁眼瞎呀？这是你自己说的呀，跟我无关呐。家里为什么穷？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